因为写隶书活活下来。来，嗯，刚吃饱，你今天吃什么？好色，看一下。给我那个，给我。这个色哦，色牵涉到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平的，一个是斜的。好，这个是平，再来斜的过来，这个捺，这个燕尾跑到旁边去，然后不要的布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平的从这里过来，这个帖子里面有往上，中间往下，然后这样过来，然后从中间往旁边出去，这个燕尾也是在这里过来，色不异空，异在这里过来哈，从中间往下面往旁边写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。他所以他那个这个燕尾呢，这三头燕尾这个再往上再往下按住，慢慢起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不，色不异空，空呢是免字部往下往旁边来，中间来，两边带，然后一个空在这里，然后下再上再往下按住，那个有一个幅度在那里，就比较有力道。好，空在这里往下往这里带，来稍微变化了哈，稍微变化，来等会儿哈，我来上去。往下按重，慢慢起来啊！好，空不异色，不要的布，然后不要布，我们稍微变化一下，怎么变呢？哎，等会儿，哎好，下来往旁边出去，再往这边，是空不异色。好，这个异呢？好，这个异在这里。好，刚刚那个异，我们稍微变了一下，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共，在这里。同学，你要不要过来这一边？这一边看的，看都过来了，没关系，给他拍照，安心拍照。好，是，好是，你要这样才专注啊！好，他们一个一个都很厉害的。不异色，色即是空。好，色我们改变一下写法啊，色我高加下来，往旁边来下，然后从这里慢慢的重往旁边往上面慢慢起来。好，色即即我们这样写就好了。啊，来，他那个是那个。好，我高家，高家来，吉啊，吉是少看过，是啊，我高家来哈，高家，高家，阿来滚，高家往下往上慢慢起来，吉是啊，吉是空，空下来下来上去可以这样写，走慢慢起来，吉是空，空吉是色。往外再有旁边来，空，好，所以立一定要就是一个一个蚕头燕尾比较漂亮，只有一个，对，安尼较好看，那我靠一个，靠一个规矩，燕尾是一，蚕头干一点要紧，蚕头干一个而已，因为你必须要做蚕头，这个可以不用做蚕头，这个不是蚕头，这个就不用那么比较明显的，比较明显就，对对，这样对不对？来滚，来下上慢慢起来。它这个捺就是船头是燕尾，燕尾。它这个燕尾有很多表现方式的，你可以表现雄强，可以表现柔的都可以，所以有不同的碑，不同的写法啊。其实是受想行识，受怎么写呢？看一下受的写法哈，一二三，这样过来，往内再往外，长这样过来就好了。我，来过来。啊啊，左边那一撇叫什么？左边那撇，来撇，就是那个瘦，瘦小形式，来，它有的勾了，有的用勾，有的是一个顿，轻轻的回笔就好，我瘦小啊，所以力的没有回收嘛，没有没有，但是就是回笔了，刚刚回来瘦小形式，啊，形的意思是十字路了哈，起笔就靠那哈，我高家，啊，没有高家的哈。啊，行，少想行事。真的十字路哎。不行。高家。这个是要过来，长点点。高家。高家往这边带，斜下来出去。我高家按得住啊。我想行事啊，亦复如是，亦按过来。出去亦是什么字？你知道吗？亦是意象的意，碧兰康，碧兰康。碧兰康。鸽子窝了所以他这个解释是鸽子窝的吗？对，不是，意就是也是的意思。啊，意那里文字学上解释就是说，我嘛有啊，夹你夹你一家人康的嘛，一个物件伫咧啊。就是这个就是讲鸽子窝啊，鸽子窝，有意思。亦复如安下头是啊，安头了哈，那个处理磨当为亦复如是
是很重，慢慢起来，第一步不是。好，再来舍利子是下，为什么单独要提舍利子是呢？为什么是人往生以后？没有，他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哎，他是诸法空相，又也苗了，是是下一句，哦，对，舍哎过来哎哦啊，舍利子，舍利子。这个要写的均衡，有时候大大小小也是美的啊，舍利子，要行气，这个行气就很难讲，高家对吧？高家，我高家，好，安尼，哦，记住安尼写，安尼对，哎，跟其他的不一样，达达字拢接边大字的，公理，先接，是这样，拍一下。同学拍一拍，可以放在我们群组吗？哦，拍了放群组是，好好好，我来放，我来放。我请问你弄我，你弄我。没有，我今天没带相机。今天没带相机是，好，我等下放群组。谢谢啦。无啦，无得较晚，老师 YouTube 也会 po 出来。你会当来这个丢行李？你一虎航呢？他在虎航上班呢。真的，你是虎航吗？对对对，台湾虎航。哎，虎航现在最近不是说那个很多的那个好几个长龙，哎，不是取消？为什么取消？没有啊，日本的地勤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哦，修这么多人，现在其实出关都要排队呢。现在啊，我11月的时候去大阪啊。哦。进出关都排队啊！哦，阮囝打去日本嘞，去日本嘛，即马人真济啊！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哎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东京自由行。哎，老师，你什么时候会写那个春联？春联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下礼拜来。你可以放群组哪一天写，因为我一定要来，不然我怕我没有空。好好好，OK OK OK。过年将两礼。